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欢迎大家继续学习第八课的语法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是这四个语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语法是形容词做谓语。下面先来看一段米勒是如何描述他所在的城市和旁边的商店的。この町は賑やです。 この店は新しいです。在刚才的动画中，米勒说：“この町は賑やかです。この店は新しいです。”形容词作谓语时，使用“はです”句式。那形容词用词干接“です”。所谓“那”形容词的词干，也就是单词表中出现的。 那形容词形式，一形容词也用单词表中出现的形式，即它的原形来接 this。this 在这里表示对听话人礼貌的态度。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型来表示对人、事、物、场所等的印象和感想等。比如，midasawa。

有名じゃありません。その本は面白いですか？い,いえ、面白くないです。刚才的动画中出现了形容词的疑问句。Tokyo 大学は有名ですか？はい、有名です。形容词疑问句与名词疑问句类似，也是在句末加助词か。 语调用上升调。回答时要用形容词来回答，不能用そうです或乞丐います。第二组对话中用到了那形容词的否定型。桜大学は you may j え、有名じゃありませ n 那形容词的否定型和名词类似。 在口语中，常使用那形容词词干后接“加阿里马森”的形式；在正式场合演讲时以及书面语中，则用 d e v a 阿里马森”。第三组对话中用到了一形容词的否定形：“その本は面白いですか？”“いいえ、面白くないです。” 一形容词变否定形式，先把词尾的一去掉，然后接 kunnai des。我们再来确认一下：那形容词的否定形式，词干后接加 a l i m a s a m 一形容词的否定形式，去掉词尾一，接 kunnai des。不过有一个词比较特殊，意义。 好，它的否定形式“よくないです”。请看图片。この人はいいですか？この人はよくないです。ミラーさんは元気ですか？ミラーさんは元気じゃありません。 刚才我们学习了形容词做谓语的肯定句和否定句，还可以在形容词前面加上副词，来表示不同的程度。请看动画。北京は今寒いですか？はい、とても寒いです。上海も寒いですか？いえ、あまり寒くないです。刚才的动画中。 山田游子问小李：“北京吗？伊玛萨木伊得北京现在冷吗？”小李回答：“嗨，トテモサムイで是的，很冷。”游子又问：“上海吗？サムイで上海也冷吗？”小李回答：“い,いあまりサムクない不，不太冷。” t o m o 和 m a i 都是表示程度的副词，修饰形容词时放在形容词前面。t o m o 用在肯定句中，表示很、非常的意思 m a i 用于否定句，表示不太、不怎么。我们来做一组应用练习，请根据图中信息。 从方框中选词，并适当变形，填入划线处。你填好了吗？下面来揭晓答案：一、この時計は安いです。二、この時計は高いです。三、この時計はとても高いです。四、 この時計はあまり高くないです。你都做对了吗？以上句中都只使用了一个形容词。如果想要使用两个形容词，该怎么表达呢？请看动画。大学の寮はどうですか。古いですが便利です。カーリさんの寮はどうですか。新しいです。 在刚才的动画中，山田游子问小李：“大学の寮はどうですか？学校宿舍怎么样？”我们在单词中学过“どうですか”，可用来向对方询问感想、印象和意见的。小李回答说：“很旧。” 不过挺方便的。嘎是接续助词，在这里表示转折。前半句中的 f r u i d i s 是对宿舍的负面评价，后半句中的 venides 属于正面评价，两者是相反的，所以中间需要用表示转折的嘎来连接。接着，山田有子。 又问卡丽娜：“卡丽娜さんの量はどうですか？”卡丽娜回答：“新しいです。そしてとてもきれいです。很新，而且很干净。そして是接续词，在这里表示并列，可翻译为而且。下面我们来学习形容词修饰名。” 词的用法，请看动画。昨日，松本さんの家へ行きました。どんな家ですか？きれいな家です。そして、大きい家です。刚才的动画中，小李说：“昨日，松本さんの家へ行きました。”昨天我去松本先生家了。由子。 不了解松本先生家的情况，于是问他：“どうな武器ですか？”他家什么样啊？小李回答：“很漂亮，而且很大。”我们来确认一下形容词修饰名词时的形式。那形容词用词干。 加 na 的形式来修饰名词，一形容词用原形来修饰名词。疑问词 donna 用来询问人或物的状态和性质。donna 是连体词，后面需要连接名词一起使用。我们来练习一下形容词修饰名词的用法，从方框中选词。 并适当变形，填入划线处。你填好了吗？下面来揭晓答案。一，あかいカバンを買いました。二，昨日の晩、有名なレストランで食べました。再来做一组练习，从方框中选词，并适当变形，填入划线处。 你填好了吗？下面来揭晓答案。Lisa はどんな人ですか？親切な人です。七人の侍はどんな映画ですか？とても面白い映画です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了形容词位语和修饰名词的相关表达，大家学会了吗？ 这一节的讲解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